亲密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帆四段，欢迎走进白谱节目。白白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臭气和恶手进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贵州的业余五段选手王飞。大家好，亲密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飞，贵阳的一个业余五段。今天带着一盘我在那个易成网站下的一个跟国内的一个八低下的一盘棋，来请教一下刘帆老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盘棋。好，你是我的白棋啊？好像你很喜欢拿白棋吗？这个我也不是喜欢，是因为那个在网上是现场拆先，我的运气老是比较差，所以老是猜到这个白棋。我的运气就比较好，我总是潜水去下下棋，总是拿黑棋。那就对手就更惨了。那这样我下的这个黑棋挂，我很奇怪的是，因为我在这个棋下了很多很多。黑棋几乎70%-80%的都是就是下这个。实际上这个目外，我的感觉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去向吧，我主要就是为了不让黑棋构成一个它很舒服的一个棋形，是下的，我下了一个去向变招而已。然后这个好像在你的对局当中出现了很多次嘛。是是是。其实我觉得我建议一下，其实也可以往这样下。这个下法也会变成另外一种局面。也可以把这个保留一下。行，因为这一代的变化我比较熟悉，但是在今天我又带着一个问题来，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下了一个新手，我没见过的。这个可能也不叫什么新手。然后我猜就是这手棋，这棋下了这个，你实战好像是猜了一个是吧？是是是，我不会下的地方我就脱先了。我基本都是这样，这棋应该是往这搬一个。他连搬这个小手筋，把他打吃。你提掉他粘，粘住之后呢，然后白棋单跳一个，这单跳的是要点，这有拖。然后呢，黑棋这个棋只此一手要搬，不然的话这不能加的，这一加的话被他一跳，这个棋还没有安定，所以就必须要搬。然后黑棋这时候可以考虑再大飞挂角。这个棋是小尖，是跳是吧？不是小尖。小尖是不行。所以当时我当时很立下去，然后这一块又很薄。这要跳。跳。对。这是他刺完我接上。这是个定式变化。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想到是个跳。当时你看这个棋形。这个啊，就是说你经常下棋，但是呢定式变化呢，我比你记得要多一点，相对来说。你以后这样嘛，你以后还是可以在下棋中像放猛字典一样嘛，放猛定式大全是吧？这样的话下起来就很有意思。是那个叫翻书围棋。对对对。我讲，我有一朋友现在下一个正规比赛的时候，他也就拿了一本正宗的那个叫做什么定式大全，参加于那个我们贵州省内的一比赛。然后他就把那个定式大全放在那儿，他就故意走那种定式后续的下法，就大概有带一点那种欺左骗招的一种味道的东西，然后跟那朋友下，然后下那对手的突然一个变招，在上书上没有，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这下，然后他就把棋下输了。人家说你带书下你怎么还不输，所以在贵州的一个典故，下围棋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棋。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他只能让你暂时实的不会吃亏，但实际上呢你最重要就是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计算力和一个判断力，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跟你一起摆了几期棋之后啊，我就明显感觉到你的那种理解力啊，要明显要强。是我这我这肯定是你亏了，亏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我既然不明白嘛，我这战略性的亏损，这也是允许的。我就尽量把自己不下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东西，这个地方我怕中对方的小圈套，我中刀是吧？中刀亏肯定亏了，这些被他搬起来之后，因为黑棋的这个角很饱满。最主要你这个还没安定，对对对，这个还要受夹击嘛。然后实际上我挂一个。这个棋，这个我要严厉的
严厉的批评、嗯、这个棋不能走这、嗯、为什么呢？因为他脱你不能搬嘛、嗯、那一退你这棋麻了，你这、嗯、你这走成这样就欲哭无泪了、嗯、你这一粘重复、嗯、你不走是有断或者有搬嘛、嗯、所以这个时候要走的单拆哦、就低位他兼这个你可以脱先嘛，嗯，然后你再脱先走，他不走的话以后你再夹击他嘛，嗯，对不对、嗯、这个高位被这一脱你就麻了，是是是，是不是是是是是是是，这个地方我可能处理的有些问题，然后他可能也是觉得我这一代下得不太好、嗯、可能他也放松警惕了，然后我真的宝贵的先手把这一代加强了，但是我的加强这个东西也是付出代价的，把这一块现在黑棋的控很多了，现在很多黑棋的控要多三十多目、嗯、三十四五，但是这一步棋呢也是黑棋啊，嗯，黑方这位选手啊，嗯，他下的不是很灵活的一个地方，嗯，为什么呢？在我们常见的棋形来说这是很大的，嗯，但这个棋明显他加厚了之后啊，嗯，他就有一个夹击的那种效果，嗯，这个夹击呢，第一呢，从宏观来说，这一块空白棋就要被分隔开；这第二呢，以这为一个堡垒来说的话，在、嗯、攻击的三次，来说这步棋比这要大得多，嗯、对不对、嗯？所以他让你这样回来之后啊，嗯、本来啊，这个棋好，并不是他的目数有多好，嗯，更重要是这个和。这个逼主和夹击是剑合，嗯，应该是这样的。他最后逼我两边的走道，两边的走道，现在白棋又喘了一口气，喘了一口气，缓和了一下，对，嗯，然后黑棋挂，白棋小飞，这个可以吧？这个完全可以，可以是正常的哈。嗯，然后我就他就飞起来，这都是正常的，嗯，然后我挂。飞，这个飞好不好？这个飞啊，这个飞它，我一看到这样的形状，我就条件反射就是一个套子，嗯、就是一个、嗯、就是一个布局的套路、嗯。实战呢，就是说，首先呢，我遇到这样，我你走这一步棋，我挂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些。嗯。现在首先要阐明这一点啊。嗯。不是说你走完之后我再说的。嗯。现在呢，就是说，如果退到这儿来的话，我首先就他夹击我。我只能往这加，嗯，你唬住，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能成立的话呢，就可以拖。压住。这个呢，原来在那个围棋天地上面呢，当时叫一个什么呢？叫董岩飞刀。这个写这个专题的是我一个好朋友，是于平，嗯，现在的也是围棋界的电脑专家，嗯，啊、是这样，走完之后呢，然后他拐出来，然后你把它造，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白棋有可能是会利用这跳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补棋吧，嗯，然后他再往那尖住，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也要仔细的去判断它。嗯，应该感觉来说应该是白棋不会怕，为什么？因为黑棋往这走的话，它飞过来，这虽然没有成到多少目，但是呢破掉你这个目、嗯，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些借用，嗯，对吧？嗯，这一尖呢把这个角补起来了，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棋偷退，如果不担心的话呢，那么说白棋这个黑棋这个下法是有问题的，嗯，如果是这样这个样子。走成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嗯，那么说这个棋应该是白棋好，嗯，因为它的效率感觉重复了，嗯，所以说你必须要，如果能走成这样，那么说这个棋你必须得往上拖，或者往上靠，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发挥出啊黑棋这个威力，从目到边，嗯，啊，实战飞到这儿来。我不知道白棋啊会怎么走，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拖一个，拖一个啊，那我来拖一个，嗯，他搬，嗯，我退，他虎上了，哦，那这个棋白棋便宜了，嗯，是我感觉黑棋白棋还不错吧，能拆回去把它最后一块成大空的地方，我再问一下啊，嗯，因为这个棋呢有很多棋手啊，他都觉得这个形状是很好的。
就是觉得黑棋这个形状很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目数很饱满。嗯，那现在我要反问你一句，就是说，其实我已经把答案这个，我就说这个形状是不好的。嗯，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棋为什么这个棋形状不好？它因为它有几个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打入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是第一。嗯。第二的话呢，这边我守住之后的话，它还有打入，我本身我沉的东西都比它多了。你看这边它也付出代价了，本身这边它也付出代价了，接下来挂也付出了代价了，所以它看起来大，实际上它很小了，在这个地方。哦。我跟你有几点是类似的，但是有几点呢还也不一样。嗯。这棋呢以后它飞过来基本有先手。嗯。爬过来这效率低了嘛。嗯嗯。那么在第二点呢，这个飞过来呢，他是想跟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高效率的配合。嗯。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定是把这拿掉，嗯，这个定是跟他配合起来，嗯，黑棋是吃亏了。嗯。因为从路数子力和目数来说的话，嗯，白棋挂你本来是二打一嘛。嗯，对不对？嗯。然后在第二呢，如果像这样的结构，这个棋正常的一种结果应该是这样的，嗯，这样的一个结果才行。他飞啊，应该是先手。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你飞还未见得是先手。嗯，如果就算是先手，这个棋形是不完整。嗯，对吧？嗯，这个打入倒是，我觉得这个打入倒是无理手。嗯，这个打入应该是不能成。这个棋它正过来，你就很困难，这个、很厚。嗯，所以这个棋呢，要走的话肯定不会打入，你有可能就在这消一下。嗯嗯。这个可能说的比较专业一点。嗯嗯，希望大家不要糊涂了。那我点脚。哦，这是横空的标志。嗯，我打。然后黑棋搬拐肉，然后口上打上。我也恨了一把空，我也打进去了，哦，我就打进去了。我看他点完之后，这边，嗯，我就恨空了，我就打进去了。这个你这个打入无疑，正常的下可能是不是应该下这些，或者是这些？对，嗯，你看啊，这个棋很多人是算不了这个账。嗯。为什么呢？因为啊，我教了有几个类弟子，就是我住在我家学棋的。嗯。现在有几个好一点的去北京的嘛。嗯。后来呢，我就问他们，我说像这样的棋啊，你明不明白啊？嗯。他说你跟我说不对嘛，那肯定就不好嘛。嗯。但是我就说你能不能阐述这个观点，就是为什么这个打入不好？嗯。他们说不清，为什么？他就觉得你跟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他这个棋是孤棋。嗯，他是孤棋，如果我挣到这儿来，他活了的话，那我不是吃亏了吗？嗯，其实呢，这个棋啊，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它。首先第一点，你如果这样打入，你能不能这样活得很干脆？这第一点。嗯，按现在这种情况来说，这是活一手活不干净。嗯，在第二点，这个棋啊，你破啊，就是破十几目棋。还这么危险，其实如果说你从外面走的话，他可能还不一定会围。你比方说我吊住，吊完之后再藏。你这个棋你不围吧，我以后我再飞着你就越来越小。嗯。那么说这个地方，我飞到这里的价值呢？你看，从三的一二三四五，三五一四五，这在往上涨。嗯。这其实破和沉这个围的价值还大，对不对？嗯嗯嗯。是，这棋我当时实在是，我看这个对手，虽然他在这个地方便宜了我一下，但是我看他后面下的棋都是很本分的，我想在这个地方想考验他一下，没想到我一考验他呢，果然考验出效果出来了，考验出效果，后来这棋，白棋一下子建立优势了，这棋，他可能对这个棋形的理解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这个不让他盯住，他不让我破他这点空，实际上这个棋最凶的下法，我始终认为这个正是最好的，对。这个棋我觉得最强的变化可能是这个。对对对，我也是准备好的拖的。好像只能，如果要说我们来下的话，嗯，感觉好像也就是这个变化，就是连扳打劫的一个变化。嗯，你如果先这样打，你还活不了。这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长形变化。嗯，你先打这个，你一手还活不了。嗯，你只能连扳，他如果粘到这儿来，然后你再看怎么动。嗯，这个棋啊很危险，他立到这儿来啊。
这个棋实在是太老实了。他给了我个机会，然后我点他一下，然后他又挡上了。哦，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可以攻攻我吧？应该可以攻攻我吧？这样我很难受啊！这样，实际上我看他就是因为要这样下棋，所以我就，实际上我这些下法都不是很好，正常都该出来这一棋。这个真是这样攻攻我，我很苦的这个棋，实际上现在都很苦。其实要现在要修正他，我看你跑还不好，嗯，现在挣这个最好，你给他吃算了。本来你这样走他都不会这样围，他这样能围一个已经给你很给你面子了。这两口气交换的话，这外面以后还有很多味道。然后呢，原来不是在这儿走吗？现在别往这儿走，这两种便宜的时候再往这儿拆。哦，这种大小，对不对？对对对，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也有时候在网上啊，经常潜水啊，把我的学生的号或者我朋友的号要这个，也经常用七八段的那种号啊，或者这个去下一下，因为都是下快棋嘛，有的时候就想放松一下，因为平时教学啊比较重，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用下长时间这个受不了，但是呢，就明显能感觉到啊，就说我们下的比较快嘛，所以说呢，就感觉到就是说道理的重要性，就是说我的棋为什么比他要好呢？不是说是我有多少手段，而是我的道理比你清楚。这样的话呢，有时候行棋啊，不是蛮劲，而是你四两拨千斤那种感觉，对吧？根据棋理，以德服人。啊，对对对，以德服人，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然后就是我再猜一个。猜一个，这个实际上都是走不到的棋，然后他也很本分的挡上了。我感觉啊，他估计也觉得这个打入很那个，然后也慢慢的来攻击。对，他可能也想慢慢尝试我，让我这样跑出去，然后都让我下到他铁后的地方，对，然后他再慢慢尝试我的空。他可能开始的时候，这两步棋给迷惑了，迷惑了一下。这你看，这个棋连定式都不懂，这个棋挂脚和完全那个。又比我拖一下，又比我便宜了，两个定式下来，他可能感觉太好，犯了一个修正。主义的错误，这个，然后我就贴一个，他跳，他飞一个，这个飞也是假棋，这个可以，这个搬，你跳这个太漂亮，我跳。我要住他的形，他这个很难受，他这个尤其这样挖一个，他这个典型的里和外的交换，他会打住，全是当官下了这种棋，非常不好，这样比我接上这个白棋非常畅快了，对，很畅快，非常畅快了这个棋，然后他下这些棋都没下到什么东西，然后他又跳，他想这样来远远的悠住我，然后我就把这个补住，然后他长，我跳，在我控全盘的时控我已经好了，这样下，因为他这个地方他又付出了两手棋，这个就又被我猜到，而且这个地方铁定没棋，控我感觉我稍微好一点点了，就下了这个手路，对，是要好，虽然很有限，但是已经好一点点了，然后他把这个他很细腻的扶一下，我认为都是熟手，这些下法，这些都是熟手，在这种棋啊，你不走，别人也不会往这挤挖断，对对对，人家尖到这样来，你这两这个味道就很快。现在是虎到这样来，人家尖到这样，你看这棋很弱，是，他这些都是熟手，然后的话，他镇住我，从空中镇住我。他说：“我觉得这些下法都不太好，都是当官是吧？都是当官，因为我这些都有子儿，你下这些地方没用，而且把我这块棋送活了。”然后他飞出来，然后我跳，我就在这地方静静的马眼，这个已经成活形了。这个棋，他下半天没下到什么东西，然后把整个的那个棋也走的挺薄的吧，我感觉，因为这些地方你看。没什么木，关键是没什么木，它主要是木。我听你说这么多啊，我的感觉就是你的木的概念呢比较强烈，而且还有呢就是，有效的子弟的运用，你比他明确一些，因为他在行棋中间呢，走的当官呢，你在对局中间是马上就能反馈到你的信息，就是这都是凑棋或者还手，对吧？这样的话，知己知彼，你总是胜面要大呀。他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又来抢。我认为他这一下法又不是好棋，因为他在
把这些交换，虽然表面上目数得到一些，嗯，但把我加强了这个下方，完全把我加强，因为这个地方不走。比如说我个人的理解，因为应该有这些棋吧，对，或者就打掉又怎么地？你能吃掉我吗？这个就是黑棋，就应该在这里思考。对，这应该是我很赞成你的想法，嗯，这棋应该是有些味道的，嗯，而且就是说作为清宵来说的话，嗯，并不是出棋，清宵来说应该是很有味道。嗯，你现在把它走后了是走不到的，走后了他这样走，然后他又。他就这样掉一下，嗯，那我就高高兴兴的走回来，这个我总不能让他跳下去，嗯，然后他就轻轻的扳我一下，我认为这都不是好棋，这个时候扳都早了一点，因为外面始终都还是那个，虽然这样下我感觉他下的一些棋不太好，但是我感觉这个棋还是好，是白棋好一点点，但是好的很有限。对，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嗯，有十亩、十一、十二亩棋，嗯，这是二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四十二，三四四十五，目击强嘛，嗯，三天目是五十二目左右，嗯，一二三四五六，十六、二十一、三十一、三三、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目棋，四十四、四五、四六、四一、四八、四九、五十目棋。嗯，然后呢，白棋呢，在这一带还是有一定的后卫发展，为什么呢？虽然被你吊到了，但是呢，黑棋在走，围不了多少空，但是白棋这一压的话，这是有目的，嗯，对吧？嗯。然后呢，这一带都是完全安定的棋。嗯。现在黑棋是，好像感觉来说是没有地方掌控。对，黑棋掌控的要差一点，这应该是白棋优势。嗯，就是比较明显一点，虽然感觉很细，但是这个时候，哦，他没走哪？是，他走的是这个，双先。双先，嗯，然后我走的是这一个，我尖一个。我先给他靠，嗯，这个有点小问题了，嗯，这是你脱先呐，啊，嗯，能把先手变成后手，这个时候说明你对这个目数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呢，这个尖呢，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嗯，这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先压一个，先压一手，嗯，先压一手呢，它就薄，不然的话，它以后啊，有可能是往这尖或者往这飞出来。这里肯定有个三到四目棋吧，一二三四嘛，你压到这儿，它走你可以红；它退到这儿呢，它已经围不了了嘛。嗯，然后这时候你再把它挡住，这还是有价值。嗯，这个尖小，这是安定的棋嘛。嗯，但是呢，你的有一种感觉就是互抢这种感觉。嗯，我不愿意让他先手把我接上又搬粘。嗯，然后我这一块呢，我当时感觉的这一块眼型，我怕我好像没有铁定的两只眼。我现在这一下有铁定的两只眼，他也点这个的话，我感觉有时候是这个地方还没铁定的两只眼。有道理。我想把这个走到一下，他就不太那个了。然后他压我一下，压我一下，我觉得我这已经成这个形状，我没必要再走棋了，我就靠一下。我不让他连上，避免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棋，就是他先刺一下，然后飞住这一带隐隐约约有些目，我靠他退。他严格来说不应该往这压，对，他就应该这样刺来。我觉得他应该往这碰一个吧。碰一个啊。你找这连扳嘛。嗯。是吧？是，嗯。就是你既然你不走嘛，那我就走，那我就走空嘛。嗯。我估计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碰。但按照我对你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嗯，你感觉不是一个很喜欢下那种细棋啊，嗯，就是像孔杰啊、李昌浩那种，嗯，那种很细腻的那种棋，嗯，你是一种比较那种讲究速度啊，带有一定的力量的棋风，对吧？嗯，我的棋呢，这几盘棋在网棋下这样下，嗯，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表现，但我在那个正常的那个，比如说在参加我们贵州的一些比赛啊，或者一些全国的业余比赛的一些下法的时候，嗯，我的棋又偏重于那种。扣目的棋哦，又比如双方形成那种目数的那种东西，就是总体来说，对目的概念比较强烈的，
对，这个也是我经常自己表扬自己的一个理由。这是个很大的一个优点，真的。因为说老实话，你说棋手啊，不管是专业的棋手、业余棋手，他到了一定水平都有一定的力量。嗯，只是说是有的时候反应来说，你说鼓励要说做一个局部的一种对杀来说，可能你要花半个小时，鼓励可能只花两分钟。他有可能会有这个时间上差异，嗯，但是呢，这个其实呢，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他目的概念很清晰，嗯，对吧？嗯，其实你的目数概念清晰啊，就已经领先于很多很多业余选手了。嗯，然后他靠一个，我靠一下，他退，退完之后的话，我就。点一下，哦，你来卯他了是吧？对，我觉得他这个棋形好像有些薄，但是这个有巨大的危险。嗯，因为这一步棋本身就是当官，嗯，对不对？嗯嗯，他如果一搬一走，他假如站到这儿来的话，他是已经有目了。为什么呢？是本来这个棋他搬，你搬过来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嗯，八目棋，嗯，八到九目棋。现在呢，如果说他一搬，他在逃跑的时候，他搬的是这样，他是123456789嘛，嗯，这些九，这是当官，所以说呢，这本来是个后手，但是你走这个，他搬过来，又跑又破空，嗯，对不对？所以这个棋有冒险成功，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挡着的。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带有点薄位，我想先冲击一下他。好，我们多摆几步。好嘞。然后他走的是这个，然后看看，让大家也见识一下你细腻的棋风。好，他打吃，我在这里挖他一下。你，这个好手，嗯，这一挖就成了一个精华的一点。是，我就为了让这个子发挥效率。嗯。然后他不要了，他辅这个。哇，那这都是我们常说的虚伪的表现。如果当官，这必须得粘住。是，这当官他必须得把那个粘住，然后我就击一下。嗯。接一下，他接上，嗯，然后我点，这又个透点，他，这个只有防住，所以然后我又便宜了。你目数手法来说比他们要，然后我就把这个挡上，那等于是黑棋什么都没走到，是他什么都没走到，他除了这一步棋本来是先手，结果这个后手之外，然后你把你的这个抢到了，走到一手，这个抽到了，这个地方点到了，啊，这个挖到了，挖到了，然后这地方又猜到了。对，这个棋你这一代下法，嗯，如果要说，因为当然是有他的一个配合情况下，是，但是如果从这个进程来说的话，嗯，这如果很有必然性的话，那你这个棋就是有李昌镐的风范了。嗯，这个棋啊，确实下的是很棒的。嗯嗯，但是双方因为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很大的战斗了。因为从目数的比较来说的话，嗯，这样下，就说明对手在目数的争夺来说，嗯，跟你不是一个级别的。嗯，因为我稍微在，因为时间有限，我稍微在重点的地方来提示一下啊。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要下的话。我肯定要想清楚这个目，我甚至来说我打成这个样子，嗯，我就有可能打成这样，然后再粘上，等你走这样的话，走这样我走这个或者再夹住你，嗯，因为你要打过来之后，我可以先走爬，嗯，我这里虽然困难，但这里赚了，那，嗯，我还可以这里再拆，嗯，对不对？对对，结果他处处都是后手，嗯。嗯，是不是？是是是，嗯，这样也必须闹一先手，弄这一下，要强调这个大，对，这个情况最大的地儿，是啊，他没走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有一点就是，对，收官的。